一瞅小闪电上去给你个反手，这个勋章非常贵啊！不，这不能贴那儿，贴那儿没有气质，都往胸前贴。来，我慢点。好，你再拍拍，对，一不行走啊，那我队长，是谁禽兽？你对象在那儿呢，我不敢给你提，我给你带礼物来了。什么礼物？这个非常好的礼物，快拿着。那个，那你对象在等啥呢？装悠的。这个我不能给你，这个我给你贴上，就像他们贴上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一下气势上去了。我说，真漂亮，好白菜，好白菜。来，哎。好，这贴一下。那个还有个老妹儿，还有老妹儿，完了，这还有两个。一会儿咱们玩个游戏，好不好？我送你一个。哎，好，你自己拍一下，我不好意思拍。不是我粘。沾勋章呢，我给沾勋章呢。抱抱扁舌走一遍干啥？谁禽兽？都准备好了是吧？还有没有勋章的没？正好就剩一个了。先生一个。不是我。你要给沾勋章？长得不是姐，你长得真漂亮，有点像那谁，像那个叫什么嘞？不是鸭蛋。你这是要夸我呀，还是埋汰我呀？你让我怎么理解？不是，就是有二人转演员，非名人，一个大名人，小黄飞。咋样？不知道。小黄飞。不知道。二人转那个。那你怎么来两句？哎呀，哇！就是喊的那个，那个谢谢。一会儿气球呢都。气球。啊，那个。咱们一会儿玩个游戏啊，玩个游戏。我今天是带礼物来的，总共我带了30万的礼物，啊，我准备在这个学校找个校花。你就都给我的了。不，大姐是校花。你应该没我大，我给你粘，给你粘上。行。哎。咋都往这粘呢？不是，都是一面。我告诉大家，他就是变相想占点便宜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把剩的揣兜里头，完了那男的就没有了，男的就没有了。认识我？你认识我吗？哦，上午找我那个是吧？来，我上午给你拿眼料，刚才没好意思给你。不是，多不好啊！我怎么能要粉丝的饮料？哎呀，拿得急吗？这也没多钱儿。我也不能要粉丝的饮料啊！这样，多不好啊！你瞅瞅，哎呀，不能喝。不是你们三个过来呀，在这玩呢。那个咱上这玩，上这在那块有地方放，走小哥走，我没碰你媳妇儿，我跟闹玩呢，走，没声了，怎么可能没声？一会儿的啊。整点带啊，整点绳。我这牛逼，我这找小姑娘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在兴能的小村里我都一天领五六个，别说在大学了。对不对，兄弟们？那个一会儿，咱们这个游戏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。咱几个人，一俩，仨四五六七八个女的，
八个够不够，兄弟们？八个够不够了？八个够不够？不够啊！滚他妈犊子！我他妈都没有礼物了都，我这东西都让小花给我忽悠住了。